的国庆会，一同的呢来成果的展现，也能将二水的二水国中的管乐队精神及骄傲传承给。好，欢迎，谢谢莅临我们在108年度我们彰化县政府所主办的周年园游淑华等议员代表，欢迎莅临的我们。刚刚我们再有同仁哦，我们是国庆闯关嘛，还有交通宣导哦。这四天呢都非常的这个充实哦，祝福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幸福的成长，阿斯瓦迪加，祝福今天的这个嘉年华会圆满成功。现在很多人邀请到全彰化县的各级学校共同参与，可以说是虽然高科很明显，可以带领商店去闯关，然后再游戏，真的很棒。是我们国家最重要、最重要的。看到。九部分结余下来经费4亿7千万，里面有2亿我们放到教育，除了让孩子有更好的环境之外，最重要是让加强我们的英文以及未来的 AI 跟 AIoT 的这个部分哦，就是我们的人工智慧物联网，让孩子更有国际观，让孩子能够跟世界接轨，有国际竞争力哈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国庆，刚刚的这个锣鼓喧天庆国庆之外，这里是我们的交通安全哦，最主要是四天连续假期，我们也为大家规划了一系列的活动。首先还是要谢谢我们彰化县政府，我们王惠美王县长哦，能够把今年的国庆一个嘉年华会选择在园林来举办，明年再来好不好？刚刚我听到很多乡镇长哦，一直在跟王县长要说明年到他们乡镇来办哦。拜托，请万万你做可爱啊！希望明年可以再继续在这边举办啊！感谢啊！刚刚9点在民国祥一个庆祝大会，刚才又一个游行活动经过我们的园林市公所啊，现在又到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园林公园了啊，是由我们彰化县警察局哦，我们黄局长所带领所有警察的同仁哦，来做一个交通安全一个宣导，感谢我们的所有警察局的那个同仁的辛劳了哈。刚刚进来又看到有一些闯关活动，有空来娃娃机，尊人的娃娃机呢，尊人在夹那个娃娃的娃娃机啊，蛮不错的哈。最后记住我们的今天整个。国庆的一个庆祝大会能够圆满成功。这个新闻局甲咱的这个建设局共同吼，伫咱的这个环保公园在举办咱交通安全的宣导，会使讲哦，这人山人海哦，那咱除了有真济的这个宣导的一个摊位之外，那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小青蛙儿童剧跟悠悠的大哥哥大姐姐，透过这样的互动的方式，让孩子们能够对于我们交通安全能够深入他们的这个孩子的心中哦。拜托囡仔，搁回去给咱的爸爸妈妈哦，啊，加油这个指导，叫因袂使这个啉烧酒来开车，那遇到小朋友这个行经我们的这个人行道，不可以闯哦，也不可以闯红灯哦。那我相信这个透过呀，连大小朋友一起寓教于乐的方式，那让大家度过一个欢乐的这个双十节哈。那在这一起努力，让我们的未来的国家主人翁能够有最好、最安全、最健康的一个环境来成长。你要在右边走，你不可以超线，不可以超线，对。刚刚有去旁边闯关的小朋友请举手。哦，好不